它最后的时候会留大概十公分，大概四我的四个指腹，好，留大概四个指腹的长度十公分。接下来看这边，我们就要调整它的尾巴的位置。然后呢，回去的时候可以自己画一下他的眼睛，好，用笔可以自己画一下他的眼睛，这样子，好，清楚。大嘴鸟吧，大嘴鸟啊，弟弟你手里拿的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雪花瓣。雪花瓣。的小变痕的花生，每年呢我们都会请那个友善农法的七弟的土豆农，然后帮我们准备这样子的一个礼物，就希望给我们来调查的志工呢可以带一份那个花生回去，这样子一个纪念。那这个是今年特生中心的那个笔记本，然后这个是也是特生中心提供的那个赏蝶的，里面有那个蝴蝶的图片，然后这个是阿里山火虫的部分。那这个土豆脑袋呢是我们今年的新产品，就是我们今年新做的要送给我们鸟友的纪念品，那我们就会把它装在一起给今年来参加调查的那个志工。谢谢。都拿今年几只啊？三只哪里？24只啊？
芬迪亚。来啊，林老师，你今年猜几只啊？285。为什么？没有去天堂那边看的猜过，没看到。没有来猜，那就会比较减少喽。PK 兔是这个哎。PK 兔。PK 兔零哦。没有啦，那是去年的啦。好，那是去年的。今年是黑色的，今年是黑色的。欸，我要去算一下数字。各位好朋友好，我们是 BG2 北港第二区，去年是零只哈，啊，今年给各位猜一下，好不好？零只、十只、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，猜一下。没有啊，最多是五十而已。不能乱猜，下一次啊，四十啊，再少一点。啊，不对，39，对了，39只，算半天才算到39只，大家拢爱甲挂金牌哈。知道哈，那个实在是集中在某一区的。那我从去年开始承包住哦，就二蛋，今年哎，我走连庄，再加一个亿哦，就变成100只了呢。OK， CT1 我不知道，要问文灿，看文灿回来了。我带了24只。好，来又进入到87只，最后11点的时候又进入到310只，所以呢，我们今年进入到的是398只。OK， DM1。哦，这上面写的哦，真的是每况愈下，今年终于拿到鸭蛋了。报这么多年来，第一次在 BJ1 拿到鸭蛋，000，我绕了3趟了，没有一次都没有。我们今年数字其实相当接近，我们数字是251，对，还蛮稳定的。YC1 刚刚这期已经报过了，然后但是我现在用有那个外县市的调查员帮我们调查，那宜兰啊嘉义那边是零只一朵。嘉义有太保。对对对。嘉义哪个区？太保。对。然后宜兰那边，他是调查那个礁溪跟就新南那边，他总共111只，对。快一点报！快一点报嘛！3554。哇！好可以的，有希望，我猜5000只以上。五倍，好的一倍。395。赞！有没有人在统计总数？现在统计数量的过程当中呢，我想要感谢一下我们今天的志工哈，所以呢，等一下我请各区的志工上来，然后我们一起颁那个我们的感谢状以及我们的志工礼，这样好不好？抓水看待，好，谢谢。然后我科长，我们不会两个区而已，就一起的好不好？我们另外一个区是那个 HW2， 两个人的。哎，那个大皮，这个是大皮兔哈，世勋大哥，谢谢。哎，宝中，那个曹胜老师，宝中万，林曹胜老师，我们这些小志工每个人都很厉害哦。我们候鸟季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礼拜五，
拜我们去探险支援，支援被防疫所收的，然后要回去看到。哎，林内，林内，来来。班长，谢谢。对，那校长，我们一起很一下。哎，谁要代表呢？谁要代表呢？啊，你们要拍个照，谢谢。自备那个什么卡片，然后讲解给大家听，非常的厉害。好，谢谢，希望你们在保育上变成小种子。嗨，阿仔，阿仔，阿仔，那个阿仔来。一定的了哈。等一下，还有一个新闻叫我们在做这里。好，哎，有志工来参与了哈。我们调查的成果会越完整，而且数量一般来讲也会越多了哈。八六二。好，我们很高兴的要跟各位来宣布了哈。我们今年努力的这个成果比去年多很多哦。我们今年小便痕2015年大集合，我们全云林县普查的结果是5862。好，我们去年是4446了哈，所以我们今年呢多了1400多只了哈。我们为了这个结果，我们大家欢呼了哈，哎。区哈有素食区跟荤食区哈，那这边是素的，后面那边是好都可以取用。那如果没有带碗筷的，我们有准备那个纸碗。那外面有回收区，有两边前后都有回收区。